跟 OB 已经断了，那可能就是那边入库的问题。有人受伤吗？我看车，那个是走出来的。走出来的哈。轿车在那边。它是这个白色轿车，它是闯平交道吗？还是它本来就在那个铁轨上面？这个现场哈，现场我们还是在要问那个警察调查的结果了。